我就知道我姐你都不会告诉你。安迪，打球。你走。你会走？我知道你在这儿，你已经走了。出来。你站在那不是吧？是在看什么？我当然是在看我的女神啊。雄雄对我说那么多好听的话，一定有什么问题。我感觉有点怪怪的，李成龙有这么多行为，我怎么看都没像就是找妹。你说他在偷看？我看他走路的脚步还有他的眼神，根本就没像就是一个找妹。我听到应该阿伯讲，爱慢慢啊，放手，甲伊变好个安康啊。我替你问阿伯，老在欺骗我。我唔是你所想的那种歹人。唔过奖，唔管啥物苦衷，你拢袂使安尼对待我，安尼欺骗我，安尼敢对我？你若是骗我，我一定用尽我一生来爱你。不管以后会发生啥物代志，我永远袂甲你分开。雄心铁公一定站在咱这。